以燕王妃的手法，少说也要延续几年光景。在这期间，应该杀了不少的人吧？灵儿不是那种人，就算伤人，也是逼不得已。哦，逼不得已，那也就是说，逼不得已才当上了燕王妃，逼不得已嫁给了我大燕国的五皇子，逼不得已。 才成了冷家的千金吧，王兄，时辰不早了，要不然到偏殿用些膳品吧。不必了，稍后我还有些事情，我先行告退了。